它下去也是会窒息，因为只有开上面的孔而已啊。在清洗除草，然后有一名员工先掉下去，另外两名员工要想要救他，然后也下去要把它抬起来，结果就可能因为里面的气体或者是通风不良，造成三个都在里面昏厥。切割器先行把它造成破坏切口，然后后来我们接手再把它弄大一点，把它